开的布布跟波妞提前过圣诞了。贾静雯、修杰楷在23日与好友一起聚会交换礼物，一群萌娃才是这次的焦点。加秀夫妇带着布布波妞，杨明威夫妇则带着女儿米娅还有儿子。杨明威晒出老婆美照，后方的米娅好像在看妈妈，瞬间被捕捉到的眼神抖了不少人，网友也纷纷留言，那个白眼好经典啊，米娅使出有在拍的眼神。接着一张已经交换完礼物的照片，布布招牌灿笑，波妞像是在炫耀礼物。眼尖的网友也发现，波妞难得穿上小洋装，模样超吸眼球。最让大家讨论的应该是这对好姐妹，米娅穿着红色洋装，长发飘逸，布布绑着小马尾，穿紫色小花裙，上半身还披着皮草背心。这两个小贵妇牵手逛街的模样，电力几乎百分百，让网友看了直呼融化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